来，市长，唱一下你那个rap，自己原汁原味嘛，对吧？叶原汁液，原汁原味。对对对，来，我们大家一起，我们大家一起来。想当双北大母鸡，丁丁真的有做功课，现场来一段叶师傅。 原汁原味唱到有些走味，但喊出双北协力，肢体再不协调也得好好磨合。齐心协力，双北大胜利！共同骑乘协力车，只见李博义脚太长，索性不踩，放给张思刚消耗热量。双北合作组的李明贤一人知道是轮流卖力，表现不错，但只见大家顶着艳阳热的汗流浃背，将还是老的辣。李明贤想出消暑妙方，同时酸了蔡政府一道。来补充体力，然后我们也吃香蕉，然后我们也帮助我们南部的果农，我们把香蕉的价格希望协助我们南部的香蕉的果农渡过难关。 让人家吃香很难看哦，吃别的更难看。富含钾离子、众人大口吞的消暑香蕉，讽刺蔡政府的一元交乱。不过，今天的主轴其实要处理垃圾，不分蓝绿。这瓶瓶罐罐可以移出来、清理出来以后，瓶瓶罐罐是可以卖钱的。另外三分之一是腐殖土，腐殖土经过处理消毒以后啊，事实上也是肥料，也可以卖钱的。另外三分之一是垃圾，垃圾的话挖出来就就近呢，在我们的那湖。 焚化炉就近烧掉啊，那就可以不泼脏水。丁守中关心污水，少了点辛辣的无聊先生，靠着理性吸引选民，同样不分蓝绿。记者孟昌、张宇轩、S 小组台报道。